觉得海燕的时候，我就听说有菲菲这个人啊。我以前的店子听我同事说过他，他是一个很厉害的，在我们这个行业是个很佼佼者的一个人。因为以前是从事这个行业有4年多嘛，那时候我从事这行业就听说他过他的名字，特别崇拜他，因为我知道他在这个行业是特别专业，然后到这里来了，见证了他的专业，所以更想和他一起跟着他学习，然后和他一起成长。我因为一直很喜欢花，那有打电话问我的一个在园艺行业的一个朋友，他说那你去找菲菲吧，菲菲在长沙是最棒的花艺师。印象最深的话就是我们在3个月的在美美6周年那个周年庆的活动上，在一天晚上我们是为那个准备东西，准备到1-2点钟，后来就是他菲菲要我们去先休息，他自己就后面说去看有没有合适的那个花材。希望是什么？我希望明天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做好。那希望我希望是，那每一个人就是拿着自己的衣服，拿什么把头发盘好。那我觉得，因为明天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衣服是很重要，更重要的我们干头发，对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头饰。明天你的模特明天什么时候到？5点上班。可不可以提前？因为我中午过来的话，到时候还要什么，还要吃饭，还要安排，也是浪费时间。我就想的是什么呢？你早先搞模特的，因为秀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今天所有的秀是最要的，秀重要。所以呢，就是明天早上你们就过来彩排，对。然后你们彩排完了，你们没问题，你们还可以休息、化妆、多化妆、再搞造型。那么人到齐了，我预约完了，到时候。但是我们签给你的费用，这钱就是这一天的费用啊，你怎么可能那个这个不是临时通知我？那在这期间，打过一个电话，因为我说我不干了，我说你们这个人太不配合了。那个不能走了。客量没有，他在等他去跟那个模特去打，应该是去安排一下的。好，我这样子。就是这个。我觉得正好客量不在这里，我有个观点是想说明的是。我们花了这么多钱，就包含我加了这么多班，就只是来走一场秀，对不对？我让你提前到上海都不行的话，他对的这些模特们对得起我们这么多人付出吧？对得起吧？他要是跟我宽条了，他赔得起吧？赫然赔得起吧？对不对？我加了，不是因为。这个是态度决定一切。这个不说了，我已经跟客人讲了，我说这个模特明天10点钟马上完成彩排，好吧？我10点钟到这必须要完成彩排，这个我今天再讲了，没得那个什么。因为其实来讲，我们5月14号，也就是说活动的前一天，差不多我们才去什么？才把这个方案定下来，也就是说推翻了之前所有的方案。回想当时的话，我真的觉得我也不知道我有哪里来的那股勇气，那其实是不在意这些，不在意到这么多人。明天上午10点钟，我们所有的基础道具还有已经已定型的所有道具，那全部都要集合到美美去，也就是说做最后以最终的数量来决定。第二个一点，那还有更重要一点，就是做什么，就要做那个蛋糕车的装饰以及两边东西呈现，对不对？就要安排人去做的。那我的花材里面要准备什么东西啊？你们要记一下子。第一个，我想要藤状的落石藤，就是数量。你有多少？你能采多少就能采多少，但是不能少，那不行，不能少于35只。那你就直接说35。那不行，我觉得你可以采55只。那你就说55只就可以了嘛。那不
啥要多少只？我不会那么样的，欲望那么强，好吧？啥要多少只？啥要100只？有货吗？到了，很美。到了500只，开了吗？开的，放开的。啊，明天就可以开。嗯，我已经明天明天明天放了糖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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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继续接下你说。采回来了，风阳已经采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这里拿下来，拿下来！我也要很多风阳。风阳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杨树上面垂的那种一串一串的啦。这叫风阳啊？哦，嘞。不用风阳啊，我看的还是椰子。不要啊！你要哪有病呢？往那喝的喝高差不到嘞。他拿红针连扎的风阳，你看长这么大一片树叶子来，我怎么果果啊？我要果子，风阳果。这里有一个，观察观察那里好大的树，对，还有两个嘞。那你看，好高啊，好高啊，这个树啊。去打两我们两只。就一个一单，我真的佩服你。那个随便你要说我也是对的吗？你的我真的也是对的。你搞果子，你也是搞果子啊，姐妹，我只有两只能够赢的噻，这就是风阳果。这一只悬崖出去的这一个什么风，其实要让我看得到，就属于说，如果你很多时候不注意的话，那你会像这个松树一样，你掉下去。松树它都会有一根，这一根枝条它都会有一根枝条是在上面牵引的。如果你自己不对自己有个牵引力的话，那你就会如同这根松枝一样的掉下去。如果有，
次？先首先绕它一圈，最多两圈，嗯，超过三圈都不行。嗯，可以的吗？不可以。你觉得叫何明？不是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是很密集，一直慢慢吸吸吸吸吸吸吸，这底下是不是就是花苞苞，就是一点点的花苞的感觉？而且这个人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胶丝哎？不能出现的任何一根胶丝。这个中间放蛋糕。这里是撑起来的是吧？嗯，下面要做一个藤，然后再绑点花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挂点水晶球，水上点就可以了。那底下就是叶子部分，可以吧？然后再把你那个叶子是要剪还是不要剪？当然肯定要剪，不剪的话太乱了不？那下面一层呢？拖地的那一层要不要剪？也要剪。那一层你就可以，就是都要剪，只是属于那一层稍微什么？先少一点，稍微你什么留的乱一点点的多一点，好吧？好 ，OK。把它套边回去，然后这旁边也要做的，这里搞一个立杆的。啊。这旁边做一根很简单的，不要看着啊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一根杆子立起来，那这里花你绑到这里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棕榈叶怎么这样插下去？插在这，这里插在这，中间放点绣球花，插准备花，这么简单。蛋糕车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，所以。我会把它设计成裙子一样感觉，一个好像穿了一个百褶裙的一个女孩子一样，那她的什么，她的这一个就捧着这个蛋糕出来的，错了嘞。进来。我不晓得这是属于说一张图纸对于你们来说的是吧，是具备什么一个含义？你会不会是晚上眼科？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点小脾气，但是可能想通了或者过了就没事了，因为他毕竟说的还是有他自己他的道理，在于一些道理方面我还是蛮认可他的。唉，发现每做一件事情，很多时候都不是那么，真的人生不是那么很顺利的。我清楚的记得，你活动开始很短了，真的只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了，所有彩排已经到头了，只有蛋糕车的这个呈现了。但是一发现，哦，蛋糕放不进去，那蛋糕车是蛋糕车，蛋糕是蛋糕。只要摊开干净，只要得多。啊？其实蛋糕在这个里面来说，那它只是一个不同好的两个形式。所以说大与不大，其实还是不重要的。因为你意思是说，你现在就准备把三个类型搞出去？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，我是从罗莎的这边看得到，他是给我一个模型。那我开始的时候，最开始设计说要两只，但是呢，他那天给我要我确认的时候，是吧？就是一个很小的蛋糕。那最开始我是想什么？蛋糕我只用一层，他做了两层嘛，那我只要用一层。好，那个蛋糕是死活不同意。那既然他要完整的，那么我只有破坏我自己，所以估了一下大概的尺寸以后，那就选了把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一个头部，就是头顶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感觉，全部把它拆掉，那破坏掉。来，切一下，切一下，切一下啊！老三，明白了。这个蛋糕今天这样变化一下，就是那个什么见证奇迹的时候。我觉得，凡事要往好的方面去想，你想个办法去把它解决，想个办法去把它克服。让这个最终的结果呈现就 OK 了。越南美美六周年庆典活动正式开始。
有请五名礼貌的们为我们带来2015春夏最新风尚。开始。阿维鸡糖去好吧？哦，要得。哎，我们上次吃嘞，3点多钟嘞，不好吃。我们上次吃了。哎，预备你可以搞个地方做拐弯不了，一直沿着路边走。哎呦，我知道。其实从小的话他就比较喜欢花，从小就比较喜欢花。我们家的门口的话种了，其实种了就是每个季节的花不一样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小时候经常会去别人家，然后如果看到好看一点的花，我们都会弄一些回来，然后种在自己家的那个门口。对于他来说，我觉得生命吧，或者是他一辈子的伴侣。我觉得可以专业，他的生活和这个就是这个花艺可以融合在一起。我觉得就是他就是生活就是花艺，花艺就是生活。最近他就在这里，在这里。那个时候我之前住在这里的时候呢，每一天我都会去来收拾他们，在打理他们的同时呢，我对面的人就会跟我打招呼，我对面的人就会跟我打招呼，他就会说，哎，你的花种的真的超级好。植物就是这么神奇，那就像蕨类植物，你哪怕就只有一根这样的事情，它又可以给你长一盆，那源远流长。这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。我应该还记得，就是跟我外婆在说说，哇，种花这是一件多好的事情，而且可能看到很多很多花开，很漂亮。那我说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做这样的事情。只有爱好才能够让你挣脱自由的这样一个心。永远永远在那里萌发，有自己的梦想才可去一直激励着你朝这个目标去不断的奋斗。爱好是你挣脱这个枷锁的唯一的一个钥匙。像我吧，应该来说，真爱、真恨、真善、真恶、真性情和真实的就是我。